Are you ready? 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去海边度假。哦，电视来了，你们看看，搞笑哎！那是怎样？那里是周末。好啦，我们去我们的酒店。这有猴子吗？进来喽。就三个一起睡呗。你看，有另外一个房间哦。哇！哇！舒服。坐吧。哦，好在。我们真的飞船了！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满脚都是沙，也会烫到。来吧，来吧，走吧。你去。哇，救我了！我不喜欢海。为什么？我喜欢游泳池。啊，游泳池。游泳池很好玩，没有沙。有沙，那边的游泳池有沙了。Oh no！ 喂！哇哦！这最重要了，健康快乐。哒哒，彩虹蛋糕。Nice。英文。Very good. OK. Nice to meet you. 吃蛋糕。吃早餐要洗手哦，吃早餐。走路吃早餐洗了两遍了，在酒店洗一遍，这里也洗一遍。我是儿子洗了三遍。三遍哦。我们这里吃早餐。哎，师傅还没来，就先准备了。是，哇，准备好了。哪一篇看看吧。这里有四种姿势，姿势啊，第二种姿势。啊，走了，直接吃吧。这很很想吐炉的。我想哎，我叫
钱了。哇！OK 啊！